怎么了，少爷？你们今天晚上巡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可疑的人？可疑的人？没有啊。难道说我见鬼了吗？走，快！好，你们几个过去，小心走。那边，你们几个这边，给我搜仔细了。 都说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你这之前是干了多少亏心事儿？有意思没意思啊？我刚才被吓着了，你怎么还能跟我这么说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放着好好的卧室不住，偏要住什么书房。 那你遇见鬼能怪谁呀？我为什么住书房你不知道吗？我从小在黑牢里打下的毛病，晚上睡觉要点灯，可是点了灯你没法睡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只能睡书房吗？你冲我吼什么呀？这人怪毛病怎么那么多？咱俩结婚都多长时间了，英豪都这么大了，我有什么毛病你不清楚吗？哎，你这个人真的是无情无义、无理取闹啊！夫人。 你要的蜡烛我给您拿来了，放哪儿啊？就放这儿。我们家这位大爷呀，怕黑，给他点上。是。那我下去了，去吧。 这下行了吧？这佣人讲故事讲的怎么样啊？讲的好着呢。行了行了，蜡也给你点上了，睡觉吧。点上蜡你也睡不好，我还是去书房吧，啊？你又要走啊？